金刚狼目前正在热映中，性大批影迷捧场，不过有网友传出片尾名单疑似泄露了消息，其中竟然出现了 BLACKPINK Jennie 的名字，立刻掀起网友热议。从网络上流出的画面中可以看见，片尾的名单中出现了韩国死侍的角色，而饰演该角色的演员则写着 Jennie BLACKPINK。 不少粉丝对此感到很兴奋，认为 Jennie 在影视圈的发展似乎非常顺利，期待未来能看到她参与更多影视作品。也有粉丝分享了一张电影片段的截图，指出画面中出现很多穿着死侍服装的演员，猜测 Jennie 可能是其中一位。不过有网友质疑，如果漫威真的找来 Jennie 参演，应该会使用她的演员名字 Jennie Ruby Jane， 因此认为相关消息是假的。